자, 캐릭. 캐릭. 자제. 因为何州长还没有到啊，所以关两个哈，先甲大家讲几句话。我叫陈燕莹哈，我伫即个东吴大学做今年第30档的教授，还未退休。哈，差不多30档前。三十档，应该哦，唔难哈。三十几档前，我第一届带何瑞元去等于阮家啦。阮爸爸问何瑞元讲：“你后日要做啥？”何瑞元硬讲：“我要做一个台湾人承认的、最了解台湾的美国人。”阮爸爸面拢青去，我过来甲讲：“你后日要食啥？”你计怎啊？而且要食啥？我爸爸的脸直接拉下来。我甲讲，我毋是在找饭票。爸爸，你敢？我今仔日我捌伊的时，我已经是一个大学的讲师啊。你对查某囝遮无信心，惊查某囝去误事，遮无面子，哈？那我你这什么观念？即个时代，查某人倒一个安那吼，我甲阮爸爸安尼讲，爱怎啊惦记？吼，佮问伊一句话讲，好，你若照你的志愿，你要安怎做？做一个台湾人所承认的上了解，吼，台迄个上了解台湾的美国人。结果伊甲讲，我迄阵仔才30岁尔，少年。记者，新闻记者，伊来台湾是新闻记者哦，经济学家啊做新闻记者哦。伊讲，我先用我会晓的开始，我怎么做记者？吼，但是台湾的新闻拢袂使写真的，拢假的。所以我只有当写一挂趣味的、幽默的话。所以咱即马足侪拢是看伊，即马40岁、50岁人拢是看伊拄大汉的嘛，下一代先用这样的方法，互台湾人了解，哈。我即下意思讲，哪会当咱吼，迄个会当了解一点台湾人，会当了解一撮国际情形啊，国际的啊，伊研究十多年，何瑞元一个人开始研究十多年。阮以前是开英语补习班，台湾上大诶，全台湾30几间。啊，我们一起开的。我们一起开的。啊，他不要他怕人家认为是，我们一起开英语补习班。好，我讲台湾哪咧偷骂，伊拢听有哦。你若叫伊讲涂骹甲扫扫咧，地板给我拖一拖，拢听无哦。嘿，你我即马咧即句话是听到哈，讲我们一起开的，我讲我快开英语补习班哦，即句都叫我听到吧哈，来，因为何州长来了，我们马上时间要交给人家，由何瑞元简单几句话。反正后来我就跟那个林秘书长林志生，我就跟他一起来研究，我前面。研究个2-3年，后来他来找我，他从那个中国逃回来啊，他是第一个投奔台湾的那个台湾人，从中国潜逃出境，对不对？他发觉那边问题大了，所以他因为我早期的研究，我都会寄那个文稿给李登辉。啊，有时候李登辉打给我聊天，什么在电话讨论台湾国际地位。后来秘书长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他，他说：“那你台湾国际地位，你要找新的角度去研究，你去找这个美国人，他有做一些不同角度的那个研究。”我就提出完全符合美国人逻辑思考观念的观念，
是台湾人从来没有想到的，就是要谈战争的事情，应该从战争的理念下去谈，不能就用一个平时的那种法理观念下去谈战争，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谈那个太平洋战争前前后后，还有后面所产生的事情事物，我们要比较别的战争，别的战争有发生过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分配，什么样的处分，什么样的认定，那个已经是国际共识，所以我们用那个来判断，我们台湾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有其中发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毛病。第一个最大的毛病，我们随便提出来。第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大家说1945年战争结束，战争没有结束。他那个投降典礼并不表示战争结束，投降典礼是交战结束，交战行为结束。光因为这个观念，在台湾所有的历史课本、所有的教科书都弄错了，所以往后历史也都乱掉了。因为在他们看起来，那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跟我什么关系？对不对？那因为这个观念错误的，所以他们认为当时是日本把台湾交给蒋介石，错误的，没有交给蒋介石，那是一般命令第一号是 Mike Arthur 请他来代管而已，管理而已，怎么会我请你管理这个大楼十年，这个大楼变成你的，没有这回事。所以这个是我们种种事情，我们现在也有好几本书，最新的这本《台湾论》，你可以看看，里面有很多分析，也很多图表。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介绍我们的一个起点。好，那我们这个老远的那个台南州的何州长来了，是不是我们请他来接着下去给我们指导一下？千万别哭哈！哦，看到今日初级班这侪人足欢喜的哈！咱的 schedule 哈，内底顶员写讲啊，今日这个讲题是本土台湾人，吼、哦！啊，本土台湾人讲几啊摆啊哈，差不多大家拢总继续咧讲哦，啊，搁迄、那个PowerPoint 会使啊哈。其实吼，我的经验吼，那本土台湾人要讲会头到尾非常清楚吼，大概爱上少三点钟。但是咱今仔无遐济时间吼，所以我会用上界重点一部分甲各位报告吼。嘉秀，咱安尼。我想咱伫地方吼，应该拢总有小可知影讲，咱的论述的重点伫倒位吧？知吼，真的吼，等你考试哦。啊，应该上少有一点啊，有基本的入面才会来遮吼。啊，所以伫遮我用几个比较重点吼，咱即卖定义讲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甚物款定义？1945年9月2号，对无吼？9月2号，先那条9月2号，为什么？哦，麦克阿塞的行政命令叫授权了蒋介石来遮做第一时间台湾战后的处理的生效日期啦。但是虽然生效，迄个时阵中国人还未打起来，哦，所以就即个多数两款人，一款就是日本籍的日本人，等待被遣送回日本，对吧？哈。另外一款人就是什么？就是日本籍的台湾人哈、哦，我本身就是哈、哦，但是我迄阵仔有咧下药煮啊哈，所以无得靠你，咱本身是也是讲
讲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祖，迄阵就是即款情形的日本籍的台湾人哦。啊，即马咱的论述吼，的重点就是讲啊，遮的人以及伊的后代啊，今仔日是甚物状况？吼、哦，甚物状况？咱的论述就是讲，咱变作无国籍的人，变作中华民国唔是咱的国家，台湾人要不有国家？啊，台湾人甲台湾这块土地到底要何去何从？要不和台湾人决定，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做决定，对不吼？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咱才变作讲二次世界大战留落来的这个问题，包括土地，包括台湾人，咱咧讲的这台湾人，诶，这个无国籍的这个现状吼，诶，这个现况吼，上届都系责任什么人？美国。什么人讲也就答对了哈、哦，就是美国，上届大责任就是美国。啊，美国到今仔日，还阁对台湾有迄个管辖权哈、哦，咱知影哈、哦。啊，管辖权的法源对倒来？战争法，战胜国。好了，旧金山合约第二十三条 A 哈、哦，来滴安怎写？是要讲美国对台湾是主要占领全国，会记哩吼？这个都是重点哦，就是因为安尼，一直到今仔日六十几年后，美国一直到今天还对台湾说三道四。那像美日背后的庄稼人，吼、哦、啊，台湾有甚物款问题，总统来选调，赶紧来等来等，等什么？贺电，美国白宫的贺电，为什么？哦，他有管辖权嘛？哦，啊是没有直接伫台湾实施管辖权。咱的秘书长嘛，常常咧讲哦，唔是你看无到美国人哦，啊美国都无咧实行管辖权，唔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伫这个，咱的论述的重点就是讲，伫1945年9月7日，伫迄个时间点的以前，你本身也是你阿爸，也是你阿公，伫迄个时阵是伫。这个多数的日本籍的台湾人，啊，今仔日从母国变作没有国籍、没有国家，中华民国不是我们的国家。然后台湾人家己要袂做决定，这就是咱咧讲的上界新的吼，迄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啦。以前咱咧讲台湾地位未定论，较讲就是讲土地啦、土地啦。结果吼，土地甲人拢都爱做伙讨论，吼，安尼才会将台湾的问题真正浮出来吼。所以咱真感谢咱的秘书长吼，尤其是对这个人的部分，甚至比土地更加重要的人的部分，都还没有机会做何去何从的决定，这是咱的论述的上重要吼。啊，即卖吼，有一寡物件吼，小寡较，譬如讲吼，开始未？会使吼，哦。好，这即卖拢，咱也无时间去讲遮济啦吼，啊，所以。无要紧。好，安迪家。啊、哦，这大概真侪老师们拢讲过吼。好、哦，我即摆要甲各位提醒吼、哦，就是这个部分吼。好、哦，过来。好、哦，喏、哦，就是大家吼、哦，来，好来。暂停魔术，过来，较紧来。啊，这张敢若无迄款。哦，无要紧。我是要迄、那个。嘉兄吼，顶回迄个就有啦。吼、哦，我是要甲各位报告讲，什么是权力？力量的力。什么是权力？利益的利。什么是主权？什么是完整的主权？啊，什么是残留的主权？啊，什么是主权权利？什么是主权义务？哦，有够深的吼，听到无啥有吼。所以，伫这部分吼，我以前咧听咱的秘书娘咧演讲的时候，我实在讲吼，参恁同款呢，实在听无啥有呢，啊，听无啥有嘛，再加听有呢，啊，煞咧，人叫咱拍破咧，咪肯定拍破咧，啊，所以伫这部分吼，就是真正较不容易了解的地方吼，权力的力吼，嘿，权力的力吼，迄是一款 power， 一款 power 吼。力量的力哈，啊，这个 power 哈，
是被承认的，一定要被承认的，你这个 power 较好，所以这个比承认真重要哈。所以是安怎美国对台湾讲要过迄个主要占领宽国，英语安怎讲你知道无？就是 super 对 principal power 造出来啊。哦，是咧主要占领全国，而且咧这个英语名就是讲做 principal power。美国对台湾是咧 principal power， 所以这个权力一定要受承认哦。所以伫这个有权力受承认的权力下骹，你才会产生权力。哦，你若无权力，权力拢免讲。啊，你的权力你若家己讲的无效哦。所以咱知影讲，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迄是一款 power。power 来源就是对旧金山合约来，啊，这旧金山合约内底因为授权和美国有这个管辖权吼。所以伊授权和中国来台湾做托管的工作，同款这个中国对台湾原来有一款 power， 因为迄种比性的咩，所以他是合法上岸，干尽非法的事嘛，吼，这咱知影吼。啊，怎么这 power 吼有管辖权，无一定有主权咯，主权就更加复杂啦吼，这吼，主权就更加复杂啦吼。咱知吼，权力甲权力虽然无同款 ，status 甲 renounce 虽然无同款。哦，啊，这 sovereignty， 咱知这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嘛，吼。啊，另外主权下骹佫一个做 full sovereignty， 完整的主权。啊，即摆后壁佫 rights， 啥物 claim， 啊，啥物 title 吼，真正即个所在咱听甲花煞煞吼。啊，所以我伫遮是讲用一寡时间甲各位解说，看会当较清楚是无吼。因为这参咱的论述有真大关系，咱的论述就是讲台湾的现况是日食美战。哦，啊，真侪人听拢无啦，啊，要讲个足清楚，我都天皇安怎，啊，土地要天皇个啦，啊，是安怎呢啦，啊，就大概呢。所以伫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不容易了解的地方，所以以后恁老拄着吼，恁话会使了解了，会使解说吼。所以咱即摆，哎，是嘞，这个 shady 就是割让啦，吼，哦，啊，这 renounce 就是放弃啦，哦。啊，这个 sovereignty， 咱知道这就是英语的，咱咧讲的主权啦。啊，若要阁强调主权更加完整，或是 full sovereignty， 哈。啊，下骹这个 rights， 啊是讲后边咱伫个旧金山合约内底所写哈，就是 right，all right， 啊个 claim， 啊个 title 个 claim 哈。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所谓的主权权利啦，就是因为你有主权所带来的权利哈。啊，但这个权利甲义务，阁是相对的呢。有权利一定要有义务吼，啊，这个主权完整的主权，咱可能较安尼模模糊糊较知影吼，啊，残留的主权害啊，但唔知要哪去解释啊，它也变一个残留的主权吼，真简单啦。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啊，哦，咱的秘书长学问遐饱，啊，讲到一寡话呢，哪像拢名词遐深吼，啊，实在讲就听无啥有吼，啊，转去就想吼，因为我唔是伫第一线咧做研究的人吼，所以后来我才想到啦。啊！我想到是，我先讲给阮太太听。我讲，我若讲安尼，啊，你听有无？阮太太讲，袂歹，袂歹，这样安尼解释会使。好了，财产拢爸爸的，吼，哦，厝啦、土地啦、吼，哦，现金啦，拢爸爸的。啊，即摆爸爸去世了，吼，哦，过来产生啥物？产生继承权嘛，吼，哦。啊，这个爸爸都在生真认真、真打拼，吼，啊，给咱积足些财产的，吼，哦。哇，咱较紧嘞，啊，都等到过新年吼，啊，所以去办办嘞，遗产税高高嘞，哇，这拢你的，好了，你继承所有的物件，啊，然后嘞，然后万一呐，爸爸是那乱七八糟吼，我跋筊啦，啉烧酒啦，四界借钱啦吼，公家借啊，私人啊借啊，爹啊，逐项拢来，啊，要是要呾，呾要安怎？抛弃继承权，为什么要抛弃？啊，那不会安怎？哎，打这个为什么？嘿，就是主权义务啦。嘿，就是主权义务啦。你有主权，有主权权利，然后当然你有主权义务哦。啊，你即马有主权权利时，你会使享受。你继承个哇，这侪钱我唔免赚，这侪钱。即马爸爸那是负面的，有责任的，你要担起来呢。所以你那没有申请放弃。你若无清清楚楚申请，我要抛弃这个主权义务，就是
后来变成债务，你就要担起来这个部分，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申请要放弃，你才会当免除其责啦，安尼对不？安尼小可有清楚啊，吼，小可有同款啊，吼，后摆恁来说明，用那个说明，咱就听有啦。哦，所以伫这个部分哦，咱倒转来看吼，看这个，看这个，哎，袂叮当，好，是啊，这就是吼。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吼，一草稿，1947年连续三张，1947年、1948年、1949年的旧金山合约吼，这个吼，美国的草约啦，不是合约吼，一草稿就对吼，伊拢安怎写呢？日本对即马开始 cedes， 就是割让 to China in full sovereignty of the island。The island of Taiwan, Formosa. 日本对现在开始将台湾完整的主权，完整的主权挂给中国，割让给中国。啊，咱们的认知不一样，过来，这里嘛是1948，日本 hereby cedes the China。To China, in full sovereignty, the island of Taiwan, 隆重割让完整的台湾主权给日本，给中国，现在吼，再去赶车赶到恁小看，好，来，赶快，这嘛是，所以1947、1948、1949，伫美国的旧金山合约的迄个草稿，顶管咱找出来资料清清楚楚写讲，日本将台湾完整的主权割让给中国，哦，啊，但是旧金山后来变安怎？变咱头拄仔你甲国会报告的吼，加小早呀，哦，就是用 renounce， 哦 ，renounce 后边是啥物？唔是完整主权咯，唔像你那看 full sovereignty 哦，唔是哦，是迄个 all right 哈，啊 ，title and claim， 啊下是唔是 cedes 是 renounce。写的是割让，有瓜有牛，要有两个对象。放弃就是放弃，不一定要有对象。所以日本将这个台湾吼，到尾啊，伫旧金山合约内底正式的诶合约内底写讲，放弃对台湾的主权权利啦。迄就是主权权利，因为你有权利所带来的权利放弃掉，唔是完整的主权咯吼。啊，所以安尼结果变啥？他还留有一个主权义务啦，要够一个主权义务啦。咱头拄仔咧讲吼，你若讲迄个义务要够代表咧，啊，这个义务变作负债，啊，负债变作债务，你若无声明放弃，你赶快要代表咧啦。所以，迄就变作咱头拄仔咧讲吼，啊，就残留主权。啊，你唔知道清楚无吼？迄就残留主权。啊，残留主权结果变成怎？更加推论的，就是讲到今仔日吼。台湾参日本吼，还有那个没有办法完全切断的法理上的纽带，听得到无？肚脐要黏掉嘞啦，切了袂断嘞啦。哦，啊，迄就是现在咱的论述，伫这个所在变作真要紧的所在。咱才知影讲，哦，当时啊，迄个日本要阁参咱有关系吼，啊，美国要阁参咱的关系是管辖权。啊，美国、日本要够这个做所谓残留的主权，所以这个发展的结果吼，所以予咱的论述吼，所以咱常在听吼，啊，尤其咱真侪朋友拢是要紧讲吼，台湾都爱赶紧独立建国、独立建国安尼，真侪人我过去嘛是吼，啊，但是咱的论述的结果，予咱清楚了解讲，伫这个部分，既然参日本要够要未要够要够有关系之前，我们变成。真正建国之前，要有成一个主体的政府。在美国的管辖之下，咱有一个主体的政府。啊，这个主体的政府完全是等于是一个独立的迄个功能拢共款，但是迄个名称是主体的政府。哦，迄个是安怎？咱只讲迄个华理自治学院吼，古早捌写华理建国学院吼。啊，但后来咱的论述非常清楚了后，讲啊，唔是建国，阁是后部咧。哦，啊，所以包括讲以后台湾人要表示意见吼，一定顶管要有一个强权都要甲咱保护。哦，强权就是美国嘛，
美国直接给咱报哦，啊，台湾要做迄个所谓何去何从的表现之前，要有一个运作成熟的台湾政府，吼、哦，啊，运作成熟之后，咱再来表示我们的何去何从的意见。啊，那呢，今仔日决定，明仔载，迄、那个自治政府已经运作成熟的自治政府，马上接落，变作咱所决定的迄个国家的政府，安尼这个社会才袂乱啦。所以各位后摆拢变显摆吼，后摆拢变作pioneer吼。啊，第一时间打出来吼，啊，认识这个理论吼，啊，照这个理论啊，一步一步，咱真五万公啊，真紧台湾地位会当正常化吼、啊。我想吼、啊，大概整个论述吼、啊，在这个所在安尼就会使了吼，因为你若要对头讲足详细，大概要三个小时吼、啊。啊，是安那三个小时，我袂家己知影呢。啊，几礼拜前吼、啊，我有去台南做两摆连续的演讲吼。啊啊，有一个牧师吼，两摆拢来听，啊，听听走来甲我讲，讲好先好先，你捌去讲予高俊明牧师听无？讲哇，迄大佬，迄我无法度，迄大佬吼，我无法度安尼参伊做甚物款联系吼，所以我无法度。伊讲伊无听嘛，真无采。我甲你联络，我甲你安排，我即马拄好伫写伊个传记，吼、哦。我讲好啊，你若安排，我半暝我嘛走来吼。所以伊就甲我安排一个有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四点，啊，我来照时间去，啊，个牧师就带我去参高俊明牧师见面吼，啊，高俊明牧师即马是住伫台南的一个大楼吼，原来真水的大楼，二楼吼，啊，已经真侪岁吼，大概八十，得要九十啊吼，啊，但身体还很硬朗吼，啊，所以请我入去吼，啊，伫个客厅坐落吼，牧师娘，哇、哦，啊，切一个水果吼，啊，有一个太太伫遐咧个斗下手，啊，坐落吼。哦、我电脑炸起，啊，咱的物件用好势吼，啊，就没有一句废话吼，啊，就开始讲啊吼，你知影讲偌久无？真正三点钟久，啊，这三点钟吼，咱这个老牧师吼，甲咱两摆接手机啊，连起来讲要去洗手间一个都无，听甲足欢喜的，听甲足欢喜的，即摆说咧吼。我那个挑战呢？我那个挑战呢？吼，咱家有人基督徒无？有没有？有吼吼，完了未少吼。我个挑战呢？我讲几当前吼，迄、那个长老教会总干事或者罗荣光牧师，我想咱真侪人拢知影吼。啊，罗荣光牧师吼，伊伫几啊当前，伊就开始发动讲台湾参加联合国促进会，有没有？啊？对了吼，就是反联吼，就是台湾联合国促进会呢吼，啊人就来找我吼，讲啊好先，这个是非常好的吼，啊是咱长老教会总干事在推动的，啊一人交1000块，啊每年的九月联合国要开议之前吼，啊就招一群人啊来美东佚佗佗嘞吼，啊顺续伫迄个开会中间吼，那联合国开会中间吼，啊来个纠布条，来个抗议，来个诉求吼，诉愿，咱台湾人要参加联合国。我讲吼，哦，我若甲郭俊明讲，你咧搞不会车，我都现叫扫出来。我唔敢咧讲啦，我甲郭俊明老师讲吼，用心真好啦，吼、哦，哎呀，参与的人。实在讲嘛，真可取啦！哦，啊，你去一抓米当，原来开几啊万呢？啊，当然先说这个吼，啊，写的，啊，迄个开议日期之前吼，啊，去遐画吼，伊嘛感觉讲我为台湾干了大事呢，伊家己嘛足满足的呢。哦，我飞机就这样佚佗，卖讲好，我飞机就这样啊，足跳哦呢。好了，我国最无算啊讲吼，我讲联合国唔是已经建条文呢？吼、哦，唔是讲你今年来甲发，明年来甲发，后年来甲发，搁加发几摆啊？已经见到不得，哎，甲你摇头，谢谢，欢迎你来参加，感谢呢。哦，唔是嘛吼，迄个见到不袂甲你动头嘛，迄、那个见到不内底都有拢总几国，192国啦。啊，若讲伊要甲你招手吼。爱上少爱偌济，爱偌济，192除以二加一，安尼偌济？哦，才算得紧啦，97国。你都爱说服97国，甲你基本的认同，你的提议
才会成案呢。哦，才有迄个机会讲来讨论看卖的无？啊，若无，从当中顶入边啊，完全无人要插你。哦，啊，佮中国伫联合国已经用心做遐久啊，吼，伫遐咧买收世国已经遐久啊，吼，真正台湾的问题啊，摕入来讲，恐怕相对危险，危险。你若真正讲要标过来是哇，迄个中国已经买收世界国家买收遐济啊，哦，啊，长期伫国际咧宣传，台湾是我的一部分。真正摕入来个颠倒危险，所以吼，我讲，这个工作其实是迄个心真好，但是真的没有效果。啊，你台湾这么危急的这個、中间吼，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力、更多的财力来聚集在一起吼，看下当咧真正杀出一条血路的血路吼，诶，这个时阵吼，真正伫迄个所在做这個工作足无彩的啦。我安尼甲挑战的吼，啊，我嘛甲挑战的。我讲啊，恁拢牧师哦，啊恁拢知影吼，啊你个教会闹一个会友吼，吼足热心诶，足认真参加，迄个礼拜足认真诶，啊聚会足认真诶，基督会家庭礼拜吼，啊探访会友足认真诶，啊奉献嘛足认真诶，哦啊干呐，嘿献金嘛足认真诶吼，啊干呐唔舍得啦，哦啊唔舍得伊怎呐，干是会要常常食圣餐啦。啊！你明明遮好个人，啊！你都来这个来洗礼一下，过来，人就自然邀请你坐倒啊！安尼你想袂通，但你还袂是国家嘞？你家己花讲到要进联合国，进联合国，啊是要哪？你叫人是要安怎啦？哦，咱若经过这个程序，正是尊重咱的意见，了后我们都何去何从？清楚啊！了后人自然就邀请你去坐倒啊嘛，干啥呢？哦，我用他的矛攻他的盾哦，因为伊是牧师哦。其实这三点钟内底，高牧师听甲足欢喜的，足欢喜的，差不多低头高尾伫动头，伫动头吼。啊，然后迄个讲煞了吼，初阿基的牧师吼，伊安怎讲？伊讲何先生吼，你打破记录了，全台湾找无第二个吼，会当叫高牧师乖乖坐到遐听啥物人讲三点钟的代志。哦，无呢，啊，我甲分家规呢，我甲迄个牧师分家规哦。我讲啥物高著名牧师，有一阵啊李登辉前总统叫我去，伊嘛都爱乖乖坐到听我讲三点钟。真正分家规吼。啊，所以吼，咱的论述吼，即马愈来有真侪高层吼，听着拢真欢喜吼。啊，但是较可惜的讲，咱无迄个机会参面做较直接的接触，啊嘛较无迄个机会讲啊完全全盘了解。所以伫外口的批评，也是讲抹黑，也是讲迄个安尼丑化吼，真侪。但是真可惜，就是讲你先来了解，你若拢了解了后，我保证你会真欢喜。讲当时啊，台湾有这条路吼。啊，即摆过来，我甲各位报告吼，因为其实咱用本土台湾人做题目吼。咱会使有非常多的题材，唔是干呐讲啊，咱的法律论，咱的法理论述吼啊，特地头到尾，佮讲一个笑话啦吼。啊，有一摆同款吼，啊一个朋友啊招我去因遐吼，啊我讲吼，我嘛着九点半才有休困呢，吼。啊，你若唔惊暗，上少你爱两点钟的时间话，哦，安尼我讲才讲有一个道理来。伊讲好，我计我只一阵朋友吼，拢总暗讲叫。你九点半来，按两点钟给你，你讲到十一点半，无要紧。哦，我听着嘛真欢喜吼，所以工作做做咧，九点半较紧，啊就去啊。啊，去的是在座十几个啦，啊，其中有一个嘉义私立医院的院长退休的医生啦，哦，伊就算我的大前辈啊。即马就去吼，啊坐落吼，大家啊，安尼寒暄一下吼，我想这时间宝贵吼，我就开始讲啊。即马开始讲吼，讲差不多五分钟吼。迄个私立医院的这个院长吼，伊安怎甲我讲，你知无？手用甲我背呢，讲重点啦，讲到三更半暝，讲重点就好啦，安尼啦。哦，我面有啊热乱的吼，迄是我的先辈吼，但是甲我讲呢吼，我讲我来，我有要求主家讲上少两点钟，吼、哦、啊，迄、那个主家讲无问题，吼、哦、啊，你若干阿讲重点，啊，就两句话尔。入书美战美国要回来，安尼尔，我保证你听无啦。我无谢字吼。我讲，
我讲你若讲干呐讲重点，啊，都两句个尔。哦，啊，干呐这两句是安怎？是安怎？都爱讲遮久，因为干呐这两句个无说明，你我保证你听无啦。哦，啊，你若不爱听，也是大家拢不爱听，我嘛不爱讲。我哦，我讲啊，拢闹拢烧声吼。啊，你干呐讲要听重点，哎，我就免讲啊。啊，若其他个人要听，干呐你不爱听。哦，啊，主家嘛要用我两点钟在遮，啊，无你会使先离开嘛，我无客气嘛。啊，结果迄个朋友就足歹势啊，啊，好意思，要紧啊，要紧，做你讲，要紧，咱两点钟足足，互你，咱大家拢唔惊暗。啊，所以迄个老医生哦，头嘛面啊臭臭哦，啊，结果讲的中间两点钟，我看老医生的表情是，直动头，直动头。我相信听了，我那足欢喜哈。所以咱的基本的论述哈，即马已经将台湾所有的问题哈，迄个深度甲跨度已经拢挖甲非常清楚，几乎可以解答台湾的任何问题哈。啊，所以咱有人无买台湾新台湾论无？有人无买无？拢总有买哦？真个假的？啊，买有读无？哦，遐未啦。好来吼，咱这个时间较轻松嘞吼，咱就是当心吼，你今日就来无？伊走去找我啦，伊讲我吼一个孙啊，头脑真好，呆呆一年，啊暑假吼讲想要学要找打工啦吼，啊因为伊伫学校各共负责社团，啊所以一个月都爱登校几下摆，啊因为伊爱登几下摆，啊就找无迄个所在好打工啊。哦，你要去打工，一定要是人约束嘛吼。啊，他有通讲，定来互你走，定来互你走吼。所以伊走来甲我安怎讲吼？咱个同心走来甲我讲吼，讲吼，我迄个囡，我迄个孙仔头脑真好，啊，四个拢我甲带。啊，我是惊伊讲咧暑假吼，找无工课，啊，规个暑假干呐都在咧拍电动吼，无采时间啦。讲看会当来我遐打工无啦？啊，我听了讲，啊，你安尼是要哪打工？三不五时，都要走，安尼是要哪打工？哦，啊，搁我的工课吼，我是齿科医生吼，啊，你讲要甲我打工，我都唔知啥物工课要去做咧。哦，我咧做工课，你徛到边啊，实在嘛看无，啊是嘛帮不上忙，啊实在讲搁碍手碍脚，啊搁要甲我领钱，我，安尼是要哪打工啦吼，足头疼吼。啊，所以咱这当心啦，甲我讲吼，讲我甲你讲啦，薪水我开啦，免济啦，一万块就好啦，迄我开啦。你甲斗少想办法，迄、那个囡仔甲考掉咧啦。哦，尾我想一个足好个办法呢。你知影啥物办法无？啊？我昨下叫个囡仔来吼，讲来见面一下。我讲吼，即、這个老医生即摆四季咧演讲吼，哎，资料都爱直吹吼。啊，我拜托你吼，你个工课就是来读《新台湾论》哦。啊，你安怎谈吼？我讲，伊听伊讲爱骑脚踏车啦。我讲早起时较凉，你去运动，骑脚踏车。哦，啊，中昼时你甲睏落饱，两点半才来。哦，啊，两点半你就爱开始认真落去读这本册吼。啊，读个爱甲我整理做 PowerPoint 吼、哦，这个幻灯片吼、哦。啊，我唔知会使四界分家鬼，人唔知卖讲拢我读个吼。啊，你爱替我读，替我做 PowerPoint， 那是你的工课。啊，所以一日。两点半做到六点，哦，啊，阴暗，我的小姐带你去吃饭，然后暗时你去约会，哦，足浪漫的嘞吼、哦，台南人啊，暑假来嘉义，哦，啊，找有这个工课，讲早时叫你去运动，哦，啊，中昼时睏了饱，啊，过来两点半再读一本册，哦，啊，过来六点带你去吃饭，啊，煞嘞，暗时讲鼓励你去约会。啊，为着鼓励伊要去约会吼，什么？好，我偌无面子嘞！拄好有一个小姐，我那大学生啦，啊，叫我看出去，我看，哎，袂歹，安尼袂歹，嘿，这查囡仔我知影，我真乖吼，啊嘛真认真吼，所以这个少年伫我内底经在咧读册，啊，这个小姐伫外口了，我看出去，一看过来了，我讲，来，少年，大家熟悉一下，来。哦，啊，就请人入去吼，啊，就叫阿小姐煮咖啡啥，请人安尼吼，啊，就讲啊，这什么名，安尼吼，啊，恁白眉少年开讲一下。我想我甲你讲，叫你暗时去约会，啊，无甲你介绍一下，安尼他对得起他吼。
哦，所以抓到迄个好机会，我家己嘛足兴奋的吼，啊，跟叫因两个搭讲，啊，真正伫遐讲，讲啊叮叮当当呢。我伫外口咧看玩家，我拢有听的吼，啊，我讲啊欢喜个呢吼，啊，再讲啊欢喜个呢，六点就要到吼，就是要下班啊吼。我甲我的小姐讲，你嘛入去甲看卖咧，哦，啊，你反正两个讲要互相留下电话，还是要啥物啥，都歹势开嘴啊吼。但是要男生先开嘴，还是女生先开嘴吼？你也去甲坐话。哦，啊，所以阮的小姐哦，很老练哦，伊就这边吼，讲哎，食饭时间得要加，哎，都甲传来食饭，啊，那个，恁 Facebook 的资料吼，互相留一下，啊，后摆会使开讲安尼。我头拄着甲恁讲吼，真无面子啊吼，啊那，那个男生安怎讲呢？哦，咩，哈哈哈哈。哦，真正海外足无民主的吼，伊讲咩哦，所以，迄个伊的 PowerPoint 嘛，甲做好啊吼，啊，伊一本册嘛读两遍至三遍，因为你爱读爱整理嘛。哦，啊，听讲，即期有讲要来培训，啊，咱毋知有来无？无看吼，安尼后期会来吼，伊即摆吼。伊迄个真正的台湾的问题的理论基础，我相信比各位拢更加扎实，一定更加扎实的吼。啊，我伫遮甲露馅咯，讲当时迄个形势是因阿姨好呀。啊，但是有啦，暗顿我拢，阮小姐拢请食饭吼。所以伫即个咱的即款理论内底吼，啊，咱若真正有用心来了解吼，咱的必须要安怎讲？你若干那知影讲？你若干讲两句话就好啊，流氓袂使呐，不能就地合法啊，托管呢，还是占领呢，不能移转主权，对不？咱秘书长拢甲咱讲，你若捌这两句话，你都可能变拢总赢啦。啊，这两句话其实背后的意思是啥物？拢在讲中华民国嘛，哦。中华民国，你就是过去人叫你来做战后的第一时间的处理，还是一款占领的情形，是一款托管的情形。哦，啊，无迄个讲七托管、八托管，讲怎啊变作你的？哦，所以他对台湾没有拥有主权，我们就很清楚了。哦，啊，第二讲，讲迄个流氓没有办法就地合法。哦，你来流氓，你也变作流氓，一定要走去你没有主权的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地方。哦，你的政敌在你在才没有办法追杀你嘛？哦，啊，所以你既然流亡，你是假孤的，那是人家你收留的。哦，啊，这个世间咱台湾人干来要骂啦，哦，要切要骂啦。去吃官庙讲有够苦哦。啊，事实是安怎？事实是去吃未使官庙讲啦，安尼就对啊啦。哦，所以一方面他对台湾没有拥有主权。哦，啊，因伊是这个流亡的状态到今天。要阁无真正解决，有人解释讲，一法签落就解决了吼。啊，这个对台湾是完全没有主权，这两项其实就是拢总在讲中华民国的地位的真相吼。啊，迄、那个我真愿望啦吼，我很希望啦吼，咱伫迄个安尼伫咱的法律的论述上安怎吼？啊，真正爱有一点人文方面的一关接受吼。因为太多的功利主义哦，咱知影咱咧骂中国哦，唔是讲中国人是安怎，咱咧讲中国安怎是中国背后那个文化太可怕了，哦，迄文化特质是啥物？第一，父权心态。父权心态啥物？你若位置坐正悬，你若变皇帝了，就是皇帝心态嘛，哦，啊你若变作一个强权，你得霸权心态嘛，啊这个。这款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内吼，每一个中国人几乎都是每一个都是小皇帝，很可怕，那个很可怕哦。所以这个父权心态吼，咱伫咱以后咱要建立咱家己的自治政府也好，还是未来咱的国家也好，一定爱将这个父权心态甲打破，非常重要吼。啊，搁一人就是啥物公理。公立的问题也非常麻烦。中国人安怎讲？书中自有黄金屋，哦，啊，书中自有颜如玉，哦，所以你若甲你都认真读啦，
啊，那你那，你那读读有这物件出来吼，啊，你爱啥有啥啦。哇，要是啊，这个延伸的，这个心态个延伸的变安怎？恁爸读册比你比较牛呢？我今仔日当坐到遮做法官吼，你看我是历经千辛万苦，哦，啊，来考偌济摆，都安尼调个。啊，你也无读啥物册做生理，哦，还是讲你怎犯啥物罪，我来甲你劈一下，你就会使。那个检判什么刑，什么啥？啊，你安怎唔免提出来？外国的心态参这有关系啦。哦，还是讲哦，譬如讲林律师，哦，我咧想讲，伊咧讲走路工啦，哈，讲无，哦，这真心笑吼，伊这拢伊讲过话吼，啊，咱若甲提倒做吼，你就知影足爱笑吼。伊讲我犯错不犯罪，我认错不犯罪。北京话袂晓讲字吼，认错不认罪吼，啊，我犯错不犯罪，啊，我做犯最大的错是啥物？讲话去用录音咪啦，一个牵连了6300万、8300万的这款天文数字的物件，讲到我认错不认罪，我犯错不犯罪，我犯最大的错，讲话去用录音咪啦。这是什么啦？这是什么款文化？爱讲嗯，迄搭是什么贪污？迄行路工啦，哦，这个行路工真心实啦。恁听有无？行路工什么意思啊？工钱。迄个行路工就是一路走来，我也是蛮辛苦的啦。今天要找到这个位置坐下来，能跟你几粒囡仔拢我咧管的。一路走来，凡事伊嘛唔知去共包偌济去予人啦。哦，我一路走来遮辛苦，啊，即摆今仔日我若甲你缀咧，啊，你落汤偌济拄偌济啊，你安怎唔免分一寡来？迄个做行路工啦，这个文化到尾啊，会变作即款奇奇怪怪物件出来。啊，个，对，我即摆就是咧讲这吼，所以父权心态甲这个功利色彩，我们一定要把它打破。一定要有一个讲会晓说话、关心别人吼，啊，考虑别人，这个基本的人文素养非常重要吼。所以中国人哪讲，人不为己，安那，夭寿哦，恁拢会晓背啊？这嘛讲出来，拢中毒啊！可怜啦，可怜啦！这款的观念到尾变成啥？变成讲买了阿里山坐一个火车，对中国天地昭昭，中国人招中国人，讲买了阿里山。坐小火车，中国人拍中国人拍开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夭寿啊！所以我们不是讲哦啊，对中国什么款中国人有什么歧视，不是哦。咱真正对伊的迄款背后迄个可怕的文化，我们真的是哦，真正足没有办法认同哈、哦、啊！所以就讲，咱直接拍拼，就是唔盲讲，咱的新的一代来当将这个旧的物件，会当穿好愈清气愈好哈。啊，即摆吼，咱存几分钟啊，我来甲各位介绍一下歌啦吼，迄、那个全台湾全胜利迄、那个，我，即吼，即就是我最近来咧四界演讲吼，啊开始希望咧稍微暖场一下吼，啊即迄、那个歌谱唔是我写的吼，啊歌词是我甲导的吼，啊即歌词真简单吼，你比如讲。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全胜利，啊，搁一摆，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全胜利，咱真福气，咱真福气，咱会出头天，咱真福气，咱真福气，哎，咱要出头天啦吼，头前，咱要出头天，下骹仔咱会出头天吼，啊，下骹一个吼，迄若看情况会使个改啦吼，譬如讲，咱爱团结，咱爱团结，团结救台湾，咱爱团结，咱爱团结，台湾大胜利。啊！我一摆去白河吼，啊白河一阵拢听讲拢种便秘啦，吼拢体阿扁啊足抱不平的吼，啊所以我咧团结救台湾，那台湾我改做阿扁啦。咱爱团结，咱爱团结，团结救阿扁，咱爱团结，咱的台湾大胜利吼。啊了吼，我再叫大家发起来较大声咧，发安怎？阿扁啊，我来啊啦！吼，我来第二条。Next 在我这裡。好，这条歌，有沒聽過嗎？可以縮小嗎？那個percentage，來，我們緊緊來讀一下，請咱大漢的美麗島，
亲像老母温暖疼惜，历代祖先注目伫看，看咱怎样刷接因脚步。祖先一代搁一代伫吩咐，毋通袂记，毋通袂记。祖先一代搁一代伫吩咐，疼惜土地，疼惜台湾。啊，下骹的部分吼，下骹的部分，海水清清的太平洋，为着这苦难的美丽岛，虽然日光变着土地。光照关山溪水甲田园，土地有生出丰富的土产。迄个下骹遐无看，看看缩小一下，小可缩较小一下。毋是，这太大只。缩小，你卖互伊。七八十趴，大概50%，60%都拢会使。好，无要紧。哇，愈惨，走起来款。迄是伫迄个我的硬碟内底的台湾专线里啦吼。哦，安尼乱起啊。时间宝贝。我讲者，好，无要紧 ，next， 好啦，这条，会当甲缩小一束啦无？小我缩一下，这另外一条吼，啊，这条歌吼是迄、那个，伫迄个悲惨世界，捌听过无？悲惨世界，没有人伦素养，开玩笑，开玩笑哈。悲惨世界是法国大革命做一个背景吼，啊，迄时阵法国的学生吼真济起来。抗暴嘛吼，当时皇帝足专制啊，敛财足厉害吼，啊农民足艰苦嘛吼，啊这个故事就是遐学生起来抗暴的时吼，因唱的歌吼，啊因为我看了这个歌了，我讲袂歹呢，真正好吼，啊所以我怎尝试吼，啊甲翻译整理做台语啦吼，啊了吼，尾啊佫有一人吼，抗暴了会死呢，吼、哦、有的学生会死吼，啊所以对你牺牲去的这学生，伊佫有另外一只歌出来。哦，啊了后，再过来，最后做一个结尾，讲啊，这人牺牲是毋是有价值？所以分三段吼、哦，分三段。啊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哦，这安尼就真完整啊啦。咱读多一条无吼，海水清清的太平洋，为着这苦难的美丽岛，虽然日光变着土地，光照关山溪水甲田园，这么水的乡土是咱所有祖先开垦，上天赏赐，土地有生出丰富的土产。水牛、牛啊、金蕉、玉兰花，作者是谁？有人知无？啊？胡德夫唱几啊摆，但是唱的是北京语版。我各位报告吼，拄只徛伫遮啥物人？我的进前何瑞贤甲因太太吼，这条歌就是何瑞贤的太太的妈妈写的啦。现在打破我他听不到啦，他过身了啦，他做这条歌、哦、英国的诗人协会颁奖给他、哦啊、但是他做这条歌、哦、在台湾做这条歌、哦、他去用列为甲级流氓，要死了，这有什么问题好变成甲级流氓？我不可以说祖先是吧，我不可以听土地是吧，要死哦！你知影台湾人受迫害的迄个程度到这个款吼、哦，啊，这条歌吼、哦，伊用列为甲级流氓吼、哦，逐日都便衣的领导咧过，参去菜去买菜，等下菜哪都直家晓直家晓晓，晓到尾啊吼，迄个瑞元的丈夫吼，就是迄个陈燕玲吼，就是陈燕玲的妈妈吼，因为受到迫害吼、哦，所以。尾啊，精神就出问题吼，非常真正足被破坏得很厉害吼，所以我调你听这条歌吼，啊，甲咱各位报告一下吼。啊，过来，哦，啊，即马咱来看这条啦吼，伊这是英文吼，啊，其实咱甲整理出来翻译的名词吼，翻译拢会使照英文来对照吼，啊，原来会使唱，迄字拢无走精的吼。好，这较大字啦吼。好，看下当甲缩小一下吼，讲你有听百姓歌声，唱出因愤怒的心声。
迄是无要阁做奴隶的民族的俘虏。当战国的玲珑桥，当火在心脏皮薄掉，当明仔再来的时，新生活就开始。你愿意勇敢加入好胆来徛甲阮做伙，越过迄个期尾，一个世界咱真久的期待，为着自由权利拼命来甲民输赢吼。好，过来吼，讲你要奉献一切所有，会使缩较小一丝仔无？其实我也要背啦。你要奉献一切所有，勇敢前进无跨路，有时牺牲，有时胜利，咱拢起来试看卖。历史所留的宝贵，灌入公益的产能。咱台湾歌咪当经验的呢，唔是干那咧风花雪月呢。啊，这个所在我有甲改啦。这个所在原来英文的原名，原来是讲历史所留的宝贵，灌入法国的草原呐、啊。Hey, the middle waters, the middle of the France. 哦，伊原来原文是安尼吼，啊，但是这款歌，但是全人类的呢，唔是干法国尔呢。哦，这条歌到尾他们演唱哦，很动人吼、哦。到尾大合唱的时吼、哦，是将全世界27国，一国出一个声乐家，一人唱一句，安尼接力唱，表示讲这款的精神，跟这款的歌的是人类非常宝贝的共同价值吼。哦好来，咱阁看第二吼，哎、欸，他拢走这张出来，这唔是伫我的呢，我无这张呢，吼，他拢走这张出来，啊，即嘛第二站吼，好了，咱头拄仔咧讲啊吼，有时牺牲，有时胜利，咱拢起来试看卖，有的时候会胜利哦，有的时候也会牺牲哦，啊，尾啊，迄个法国囡仔吼，法国迄个大学生哦，真侪人伫迄个革命中。牺牲生命，吼、哦、啊！所以这个作家吼，伊就佫另外佫做一条歌吼。啊，当然这生死的问题吼，参宗教有关的吼，所以这条歌的名叫《至高上帝》，伊迄个英文名叫做 God on High， 哦，至高高的上，至高高的上帝哦。伊的歌名先，好，咱看卖好无？好，你讲，这只叫做你啦吼。这只是你啦，这是你。啊，其实是敬称啦，哈，你哈，来，我读给恁听哈。即马这囡仔过新年，牺牲生命了，因安怎来表示啦，哈？至高上帝听阮祈祷，软弱的时，你肯安慰看顾。你的体气，你的心事，阮拢伫遮向你恳求。无个事实，无个三字，无个惊吓，无个伤悲，向你恳求，向你恳求。咱伫遮孝念牺牲亲友，咱伫遮愿望因得你拯救，这毋是悲惨万幸故事。人若肯反悔认罪，一切就会得到赦免。来我遮，伫遮所念袂白你，所有目屎最后擦消去。天顶上帝，请施了怜悯慈悲，赦免所有过失，也予阮了解你的旨意，会当阁。较悬出来，缩较小出来。马紧，哦，安尼感动到大家拢点点，佮忽然间看这条，佮笑出来哈。那个紧绷的情绪松绑一下哈。好来，过来，咱读个对啊。遮读了哈，想要讲，牵阮手，带阮进入你阳光，接受疼，因为疼永袂变换。啊，这减字换哈，因为疼永袂变换，请会记得。迄句捌讲过真理，学晓听别人，就是见到上帝面。哦，真正足够写啊！哦，这囡仔啊为着参加法国大革命吼，啊为着要争取法国的一个迄个公义吼、和平吼，啊牺牲性命了吼，运用这款的方式咧孝念这囡仔吼。你讲来我家，伫遮所念袂白你。所有目屎最后擦消去，吼、哦！啊，搁伫遮即个，遮嘛一句吼，伫遮人若肯反悔认罪，一切就会得到赦免。这伫迄个基督教来提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吼、哦。难免会犯错，难免会犯罪，但是你要诚心认罪，诚心反悔，了后什么都可以赦免，可以原谅。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吼。啊，我自己办了，哎，无啦，哎，不完整啦，啊，就补偿啦，哎，不是补偿，是赔偿啦，啊，我的钱都还给你啦，啊，
拜托，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原谅哈。所以这里面非常温，有一个一种非常温和的坚持哦，足重要哈。啊，不，还佫一句哦，讲，请会记得迄句捌讲过真理，学晓听别人就是见着上帝面，无人捌看过上帝哈。学晓听别人，就是看到上帝面。这个听非常广阔哈，对你关心别人，对你体贴别人，对你徛伫别人立场来想，有真侪通个解说的所在，非常精彩哈。过来，阿达家囡仔牺牲有价值无？好来，咱看下哪写哈。好，下一首。好，你先。同款开始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哈，讲你有听百姓歌声？阴间丧是伫黑暗山坪。那是要来迎接光明的民族音乐，为着悲惨的世界，点到永远梅花火种。暗暝过去，三角迎接日出新早起，才兼着日出。因为我晓背啊，我家己写唔对，我知。才兼着日出哦。暗暝过去，三角迎接日出新早起。因搁一摆活伫和平、自由、公义的国度。因要行伫日头后面，因将剑放伫一边，打破锁链，让所有人拢得到报偿。真正有够好写啊！哦，过来哦，你愿意勇敢加入好胆来徛到阮做伙，越过迄个期尾，一个世界咱真久咧期待。你有听百姓歌声，远远传来胜利鼓声，迄就是因带来充满快乐的将来。真的足好写吼，真正足好写吼。伊讲打破锁链，让所有人拢得到报偿，迄就是公平，迄就是正义啦。哦，啊，所以因的牺牲，伫只咱一旦看出个价值吼，咱的时间已经到，所以咱今仔日伫只甲各位说多谢，谢谢。请起立。今日